奇怪，哪内底哪有轻轻狂狂的声音啊？窗啊，哪去用拍开啊？窗啊，拢无啊。今仔日的同学会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甲同学和好？阿哥，你伫倒？阿哥，喂，喂，嘉豪，是的，我有时阵不知我今麦会当找什么人啊，所以我今日会当麻烦你啊。莫娜，到底什么代志啊？你豆豆讲，快着急。是安尼啊。老师打电话来跟我讲，市民无去好好，我难受，拄仔好个传志忠去看医生，惊袂开脚，即摆敢若剩我一个人，我真是毋知要安怎，敢要当麻烦你陪我到中医找囡仔，好不好？志明无去好好。是啊，伊是遐尔乖着。伊毋捌倒下过，伊嘛无可能倒下。敢会叫歹人掠去？还是伊在半路，伫半路出什么意外？万一伊若出什么代志，我……你先莫乌白想啊！我即马过去找你，啊，你嘛先想看卖啊！啊，伊敢有可能会去其他的所在？哎，啊，无定着，已经告诉啊。无啊，厝的嘛无呢。哎呀，没啦，志明这么巧着，没遐尼简单就向怪去啊。对啦，莫娜姐，你莫别乱想啦，无得看志明是走去倒位佚佗啊。啊，莫娜姐，志明除了学校以外，伊敢有讲过伊有啥物所在就想要去，还是介意去的？我唔知呢，哎。我今年真是无了解伊，我。啊！你这做阿哥，无了解孙仔，咪真正常的代志啊。先从遐只讲啊。哦。无安尼啦，你传孟娜姐去好好跟吹，啊，我伫遮吹，安尼较紧，好不？好啊，来。紧，好。你看这里哦。好，我知影。头前倒诶，要看卖有无？志明，你安怎？你放心嘛，台北治安真好。啊，我再讲，我嘛唔相信有人遐尼好大胆着，这光头白去，要囡仔带走，你卖遐尼烦恼啦。阿奶奶，伊现在无去，志明，你到底走去倒位去啊？你去倒位啊？我再讲，我那边都要上班啊，不行的，我先来请客，我来打电话。哎呀，你先卡认真诶，你先坐，听我讲啊。迄餐厅当期拢给安排好势啊。啊，不是话请假就当请假，你安尼做上闭关也困扰，啊，咪影响到你以后合作啊。我看吼，你也先等你上班，我会替你去找志明，一直到出门为止。你放心吧。